大家好，我是小北侦探。这个罪状上写的是什么？说他是个假面甜心。小时候就这么白白嫩嫩的，现在好像也还是白白嫩嫩，有点喜欢，哎，但是也不能喜欢，因为这是犯人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天 ，Oh my god！ 现在的犯人一个比一个嚣张啊！而且我听说啊，很多人很想看我跟这位犯人坐在一起。